小梧桐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你知不知道你上学快迟到了？小梧桐，你别装睡，我都看见你眼睛动了，快点起床。爸爸妈妈，就让我再睡一会吧，我太困了，眼睛都睁不开。你难道忘了今天是幼儿园的才艺比赛吗？你都准备了这么多天了，迟到了可就自动弃权了。我醒了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还好你们来叫醒我，快走快走。你们两个能骑快一点吗？简直是拖我后腿。小梧，你看看你给我弄的这是什么车，我根本就骑不快啊。小梧桐非要跟你换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别啰嗦了，骑快点吧。爸爸你快点，就你最慢，如果迟到了都怪你。欢迎大家参加幼儿园的才艺表演，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小梧桐和千。